那么再为你们带来这首新歌崭新的你啊，这首诗歌是林中牧师送给我的，那么我也请了啊一位弟兄快乐的编曲，刚刚从台湾把这个曲子寄了过来，也感谢主我们的林薇姐妹也让我们的四位少女一起的配搭来服侍大家，现在请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曲崭新的你。